这个干丝呢，为什么我切断了？在淮扬菜里面是比较有讲究的，它的对刀法和这个基本功要求都比较高。刀先进去，刀进去以后呢，手顶在这边，然后慢慢的朝前推，这个刀不能别的动，只能朝前推。这个我为什么是这样的？不错了啦，好像被老鼠啃过一样。不错了。还有一个，你这个刀法上就能看出来，你看这个刀。它上面就没有波纹，对，而你这个呢，就是刀在不停的抖。给我试一个，你小心哦。我给你们备了创可贴。别吓我。那你看，你现在已经有出现波纹了，你以为在垄田吗？你没有没有没有，你看我切的很好，你看我切的怎么样？这个可以。那切呢？所以你看我。3分钟的记忆哈，你看啊，这个翻干的话，3年3分钟哎，对，安虎真的不是我说他太贤惠了，人家3年哎，他3分钟哎，这不是我切，安虎不是我说他太贤惠了，我好讶异，我以为你那么厉害。那如果是切丝的话，是用这种刀工吗？哇，好厉害，你好牛！是用这种刀工吗？哟，可以啊！看样子今天你这个是绝对主力。太厉害了！淮扬菜里面切这个干丝的时候叫前切，就略微朝前推一点。往前推，这个我也切得非常细碎。我也很厉害。哇塞，最细的。好厉害啊！